荐啊，完全是显瘦的双车线弹力止痛裤哦，一样弹力十足，弹力十足。再来呢，它一样也算是就是春夏的料子，算是薄款的料子之外呢，用了 GN 家的牛仔裤，绝对让女生可以收宽收腰，让你的一些肚肚的肉啊，或者是屁股的肉，它可以收起来之外呢，我觉得在这边是非常修饰。而且这条裤子是直筒裤之外，它有一个很心机的，大家一定要买，它会瘦，因为它有双车线，它就多了一条线，就是这么瘦。它不是在正位的地方做一个裁切，它是在侧位的地方做一个小叉。屁股的地方这件我觉得做的也很好，它呢有提臀的效果之外，它不会到很合紧，包括大腿下面这个边缘，大家女生肉肉最多的地方，它也是完全的帮大家包覆住。侧身它是有微提臀的，所以呢妞儿今天看起来好像也是非常的纤细，对不对？尺寸呢非常的标准哦，妞儿是161公分。好，那我今天穿的是 S 号，那 S 号还有很多的空间跟舒适的空间来做一些蹲啊坐啊或是大动作，所以呢大家正常尺寸拿就好了。